耀星光儿童少年合唱团的演出闪耀星光秋季感恩公演。我是您今晚音乐会的导聆心仪。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I'm delighted to see you all here attending Starlight Thanksgiving Concert at National Taichung Theater. I'm Xin Yi. You also can call me Debra. I'm hosting the pre-concert talk tonight. Simple Gifts, 阿楚间 You Raise Me Up. Simple Gifts 是一首宗教音乐的赞美歌，原本是让会众在教堂做礼拜时即兴歌唱，赞颂上天美好的音乐。今天所演唱的曲目是由作曲家 Julie Wheeler 改编为童声二部的编制，而第二首歌曲阿楚间是一首可爱富有童趣的客家歌谣。阿楚间呢，它是一种鸟类，称作乌秋的鸟类，常常站在树梢上或者是电线上叽叽喳喳的，整天叫个不停，也可以说是乡间孩子们最熟悉的鸟朋友了。而在这首歌里面呢，作曲家把阿楚间拟人成一位可爱的小女孩，为了庆祝家人的生日，兴奋不已，打扮了好几天，却又不好意思告诉家人，只好问一问枝头上的阿楚间。而带来的第三首歌曲，相信在座的各位一定都能耳熟能详，是国民励志歌曲《You Raise Me Up》。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指挥庄碧华老师、钢琴合作吴盈萱老师以及星光儿童少年合唱团，谢谢。We are.
教育经营以及耕耘上。一路上非常谢谢有各界好朋友以及贵人的相助，才能让我们日益进步。现在容我为您介绍星光教育集团董事长林文宝先生。以及创办人暨执行长，同时也是星光儿童少年合唱团的团长 Joy。 星光教育集团在台湾有四所幼儿园及今年八月刚成立的国际实验学校。过去我们有多次在台中歌剧院小剧场演出的经验，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踏进中剧院的演出，希望大家会喜欢。接着要为大家带来的是 I Like to Fly， 这是一首充满希望的歌曲。作曲家大卫·瓦格纳毕业于密西根大学音乐学院，目前也在当地一所小学中担任音乐教师。因为他的教学环境以及他自己拥有了三个孩子，因此创作了许多和儿童有关的音乐。而接下来的这首 I Like to Fly 就是其中一首很棒的作品。乐曲一开始就唱着我想飞，我想翱翔，希望邀请生命中的人们一同加入他们的人生旅程，随着他们一起探索这个世界。在乐曲的最后，可以听到两个声部相互呼应唱着 Maybe you can fly with me, I like to fly away。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由庄碧华老师以及钢琴合作林怡莹老师带着星光儿童少年合唱团为我们演出 I like to fly。I like to fly, I like to soar, feel
下一首歌曲的作曲家 Andy Beck 是美国日前最大的合唱音乐出版社之一 Alfred Music 的合唱出版部总监，同时他也是一位相当多产的作曲家以及编曲家，目前已经出版了450多首作品，其中包含了流行合唱曲、发声练习教科书以及儿童音乐作品。而今天要演唱的这首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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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Sky 是他的词曲创作，也是他少数作品当中带有百老汇风格的庆典歌曲。大家不妨可以想象着舞台上每一位小歌手的歌声就像吹响了圣诞节的号角。随着歌曲不断唱着 Up Up Up， 就像圣诞老公公驾驶的雪橇在圣诞夜中缓缓上升，挨家挨户地奔送着圣诞礼物。轻松的曲风中透露着每年小朋友是多么的期待圣诞节的到来，好像也在提醒在座的爸爸妈妈们，圣诞节又要来咯，别忘了联络一下圣诞老公公今年要送什么咯。现在让我们以掌声欢迎孩子们为我们带来的演出。
各位爸爸妈妈，听完了他们的歌唱，是不是已经觉得要开始联络圣诞老公公准备礼物了呢？接下来来到了上半场的最后，要由星光儿童少年合唱团里年纪最小的孩子们为大家带来两首歌曲，分别为 I'm a small part of the world 以及邓丽君组曲。 I'm a small part of the world 这首歌曲平均年龄由只有6岁的孩子们，再搭配上孩子老师精心为孩子们设计的舞台动作，更显得稚嫩又可爱。而邓丽君组曲是由国内知名作曲家高竹兰老师将《水调歌头》及《小城故事》两首歌曲串联改编而成。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指挥庄碧华老师、钢琴合作吴盈萱老师以及可爱的孩子们吧。Thank you.
为下半场揭开序幕的三首歌曲分别为 Gi Baba Emma We Are All Children of the World Try Everything。 Gi Baba Emma 拍首歌可以说是当今最受欢迎的儿童原名合唱歌曲之一，这是一首布农族语的歌谣，由台湾原声教育协会创办人之一马彼得校长所编曲。曲中孩子们不仅歌唱，也随着节奏拍手，唱出对上天的赞美与喜悦。而第二首歌曲 We Are All Children of the World， 在这多元又繁华的世界里，不管在哪里，我们都是一家人，都是世界里每天努力运转又不可或缺的小齿轮。第三首歌曲所要演唱的，相信在座很多的爸爸妈妈常常都被这首歌所洗脑吧，这就是来自迪士尼动画《动物方程式》的主题曲 Try Everything。 这首歌发行的时候啊，受到好评，因此有许多合唱团都喜欢演唱这首歌。歌词中所提到，我不会放弃，我不会屈挠，直到我达到目标，再重试，尝试一遍，就算我已遥遥领先，我只是想突破我自己。如同电影中角色瘦弱的小兔子警官，不管遇到多大的挫折，依然努力地证明自己可以成为一名好警察。现在就让我来一同欣赏孩子们为我们带来的三首歌曲。Thank you.
接下来同样由星光儿童少年合唱团里平均年龄只有六岁的孩子们为我们带来两首轻快又可爱的歌曲。 I like to teach the world to sing， 唱着我有多么喜欢唱歌，我要教会世界上所有的人学会唱歌，并且和我们一起歌唱。第二首歌曲 Cocoleoco 是非洲赖比瑞亚的歌谣，取名 Cocoleoco 其实是公鸡的叫声，稚嫩的童声轻快地唱着歌曲，搭配可爱又活泼的肢体动作，准备萌翻在座的各位。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孩子们的表演吧。Thank you.
在座的各位是不是都被他们萌到啦？我们再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吧。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的快，接下来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今晚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一上映立即风靡全球的电影《大娱乐家》The Greatest Showman 主题曲 A Million Dreams 一百万个梦想，曲中不断提到，正当我每晚躺卧在床上时，鲜艳亮丽的色彩充满了我的脑海，百万个梦想让我兴奋的难以入眠，我想到了我的世界又会是什么样子呢？美好的景象一一在我脑中浮现，百万个梦想等着我去实现，梦想着我们将要一同开创的世界，梦想着我们将要开创的美好世界。借由此曲，让我们深信，只要我们相信与同心，没有什么是办不到的。现在就让我们乘着孩子们的歌声，一同踏进属于他们的梦想世界吧。I'm not afraid.
刚所提到的，这是我们的最后一首歌了。请问今晚的演出大家还喜欢吗？那大家是不是还意犹未尽呢？还想要再继续听下去吗？想要继续听下去的话，应该要做些什么事情呢？是的，谢谢大家，但是一生是不够的。谢谢大家，没有错，我们有准备安口曲。而且我们还很大方的把 Uncle 曲放在我们的节目单上面，就担心各位家长和朋友们会忘记帮我们喊 Uncle。 接下来容我为大家介绍我们的 Uncle 曲将为大家带来的是 A World of Difference。 作曲家 Joseph Martin 有一首非常有名的合唱曲 Come to the Music，相信有不少人都听过这首歌，就是 Celebrate, Celebrate, Come to the Music， 就是这一首歌。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挑选这一首 A World of Difference 呢？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歌声透过孩子们的歌声传递着爱，传递着开心、幸福与快乐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不分种族也不分国际，一同透过歌声沉浸在幸福里面。所以最后我们挑选了这首歌 A World of Difference 送给在座的各位。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指挥庄碧华老师以及钢琴合作林怡颖老师为我们带来最后一首 Uncle 曲。Thank you.
欢今晚的演出吗？让我们将最后再次热烈的掌声送给台上的孩子们，以及在后台还有更多更多工作人员及老师们是没有站在台上的，我们也热烈的为他们欢呼以及鼓掌吧。谢谢您，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